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广理台的财经 ABC 啊！今日开始节目之前，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同埋揿埋个铃个啷啷啊！咁就可以听晒咁多段片噶啦。喂，上次我哋讲过啊，我哋啊中央市场要立信、哦，点样立信呢吓？咁我哋啊要唔吝啬分利先得噶，系咪？系当人哋兄弟，系咪？一齐同你吓、啊、承担呢、這个啊单承担呢、這个啊挑战次子大学个嘅风险，咁梗系要分利啦，系咪？所以咧，有人已经谂啦。喂，我补充一句，补充挑战次子大学嘅风险咧，系大到咧会无端端俾人搞颜色革命噶。系啊，亡国噶会。喂，话时话咧，系你觉唔觉得咧？吓、啊、呢、這个 BNO 祖国咧，好似俾人哋搞紧颜色革命啊！哦，你是说他随时会分做这个爱尔兰和苏格兰、啊、英伦三岛重新分开、啊、你留意一下最近呢皇室又被人家搞是不是、是啊、跟着呢他们又修例嘛修示威条例嘛不知道你知道是啊我知道 Q 的标嘛跟住又咁啦，我哋唔好讲啦吓。总之呢个世界事出就必有因。我想加多句，加多脚喎。加多脚唔好啦，我都觉得好惨，当时系咪？我当时觉得好惨啊！呢、這个咁样唔好讲啦，我哋向前看啦，向前看先，等唔好讲咁多嘢住。但好啦，我隔岸观火睇到好开心喎、啊。开心啊！好啦，吓，唔好睇咁多呢啲嘢啦。好啦，嗱，所以咧，你早几日呢个新闻、啊。这个呢就是中国移建新交易所给美上市公司回流。这件事很有趣的你见到那个北投、啊、这个、啊、经济日报啦。他说 Tesla 和苹果都可以来的为什么呢嗱正如我们中概股在美国上市我之前都讲过啦你那些这样的阿沙特油王啊他今吸了这么多几十几百亿美金是不是没东西买走去那、啊、怎么算走去美国找股票买。啊咁咧咁啱又抄差有啲中概股买嗰啲钱咪好好多用途咯，系咪？有好多嘢可以投资啦。咁好啦，点解呢个咧？嗱，首先点解咧？李小加似乎唔知啦，吓点解会咁咧？因为呢单嘢咧，嗱，如果你结合埋前面啲新闻谂咧，呢单嘢就唔简单嘅。中概股翻嚟回流香港，所唔系冇话香港啊，建新交易所得唔得先？建新交易所点解要建新交易所？点解不解呢因为佢新嘅交易所将会系用人民币交易啊嘛。哦，所有嘅谜都解开啦。系啦，咁所以佢你准备翻个词啊，大佬啊，伊朗啊，阿沙特啊，系咪啊？阿联酋啊，一副都人民币，你俾啲嘢人哋做先得噶，系咪咁讲啊，大佬咁简单。即系做咗你嘅铁哥。咁你都要俾翻个位人哋去分翻官先得噶。系啦，甚至乎咩咧？甚至乎可能我哋话可能帮阿沙特基建咁啊，帮阿伊朗基建咁啊，伊朗佢都可以投资翻落去少少噶。哇，嗰啲基建公司赚好多钱，佢都有得分。咁系咪大家吓咩、啊、合作共赢啊？系咪？我揸住啲人仔都买翻你啲股啊！系啊，佢如果对呢个计划有信心，佢伊朗人自己都投得翻嘅。所以呢个交易所个逻辑应该全部都系用人仔嘅。仲要是、啊、人仔啦，咁但系咧，如果你俾我估咧，点解要另建新交易所有乜特别咧？点解要新交易所咧？嗱、啊，這個、呢个咧，嗱、啊，上海又有咧，深圳又有，我哋香港有，点解新交易所咧？如果佢系用人民币去上海同呢个深圳做咪得咯？系咪？嗱、啊，我哋需要一个离岸嘅人民币中心啊嘛。冇错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你知道咧，呢、這个汇价咧绝对系国家主权一部分嘅。如果啲钱太自由咧，可以亡国噶。你记住我讲啊，啲钱太自由可以冇咗政权而亡国嘅。啊，点解会咁噶？如果你有缘嘅话，揾翻财经 A B C 日本连环图就知点解啦。日本人点解咁死到值一值，就系完全系货币自由兑换嘅结果。好啦。我哋讲翻呢度啦，咁即系话咧，点解要起新嘅嘢咧？佢需要一个自由出入嘅地方，而系用人民币做交易所嘅。但系又唔好烧到自己屋企、哦，系啦，又唔可以吓太多钱泵咗落屋企咁啊，烧到自己咧水淹七军呢、哦這个中央市场。所以咧就搞咧，就去嗰个 centre 嗰度玩，就唔好带只狐狸精翻屋企。系啦，出去玩啦，唉，系咪咁讲先？唔好带佢翻屋企啦，唔好滚到翻屋企咁样。嗱，我推理冇错嘅话咧，合理应该系喺香港嘅、嗯，但系成香港似狐狸精，
系啦，定系会喺马交嗰边咧？马交有着数喎。嗱，呢个咧，我谂咧就系咁样嘅。因為可能是經驗的問題啦，同埋香港呢個咧金融啊，同埋法律的配套咧就係簡單啲，同埋咧佢吸翻蘋果同 Tesla 都講英文噶嘛，咁所以就可能容易啲對接。嗱，如果佢目標係咁樣咧，可能個邏輯亦都係咁啦。同埋你都知啦，沙特王子都去美國留學噶嘛，即係識英文啫嘛，係咪咁講先？即係最簡單咁諗啊，係咪？嗱，咁所以咧，點解李小嘉唔知咧？因為唔會俾阿三八八做咯，佢冇同佢講過啊嘛，所以佢咪唔知咯。咪先，咁你最近啊，最近啊，三八八揾咗个主席啊，系啊，我都西人主席，唔系佢系，因为佢系个私人会所嚟，佢有佢嘅会规，呢个系正常嘅，啱唔啱先？系，咁但系如果佢而家个部署系揾个彩池，系吓、啊、做翻晒全部嘅全世界人民币翻嚟呢度咧，中东油王啲钱去翻呢个咁样嘅交易所咧，咁你都冇乜理由益一啲舊嘅嚇團體啊！你明唔明啊？舊嘅團體咪自己個會所咪自己玩咯、啊。呢個成個局係我 set 出嚟噶嘛？點解喂埋俾你食咧？會唔會太過唔合道理咧？啊！所以喺啲咁情況之下咧，可能香島啊，島仔細細有兩塊板喎、啊。係啊，嗱，所以你如果幻話，如果這個呢個咧，嗱，你大家莫設立依單新聞啦。如果個新交易所係喺香港，但係喺港交所以外起咧。我就同你讲，今日移民咗离开香港嘅人咧，必定后悔莫及。点解？因为全世界甚至乎连中东油王啲钱都会嚟香港，你想象下发生咩？你想象下就得噶啦，你就明白噶啦。所以我哋中央市场嘅14-15规划系咪啊？佢就话啦，我哋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系一个方针嚟噶嘛，系咪？佢唔系吹水噶，同你讲。人哋讲得出就做 Q 得到嘅，知唔知啊？完全理解。如果呢、這个系啦，如果呢嚿嘢系挤咗喺香港咧，之后发生咩事，你唔使谂啦。咩走钱啊？唔系啊，唔系讲走几多钱，系讲嚟几多万亿啊！慢慢数啊，你哋吓，自己谂啊，自己谂。点解李小嘉唔知？点解要做呢单嘢？点解要吸埋 Tesla 同苹果？你谂下点解？系咪？系咪啊？嗱。为什么香港好过澳门？澳门都可以做的，因为澳门它用葡文很多人都懂的嘛，所以如果牵涉到这个欧洲大陆的公司，它有兴趣做这些就在澳门做咯，是不是？很容易就通到嘛，是不是？所以其实，还有呢，其实呢，大概呢，啊，几时，啊，你想想啦，如果我们有这么鬼劲的交易所是用这个 CNH 离岸人民币做成交嘢轻轻含含嘅咁多钱嘅，到有一日啊吓，呢个港纸挂人民币啊，自然顺理成章啦。你谂下成件事系咪咁？两睇啦，嗱，港纸咧依家都仲系做一个逃生门嘅作用啊。嗱，大家都仲好记得啊，大概20多年前啊，這個、呢个咧俄罗币啊，就系、是、因为啊唔够呢个次纸币啊去交收啊，搞到俄罗币债灾啊，即刻搞到啊俄罗币妹啊要过到嚟香岛嗰度啊嘅砵兰街度工作添啊。哇，咁大件事嘅咩？系嗰时都仲细个，都唔知道啲姐姐咁靓系咩人添。啲前辈话俾我听啊，我冇揾过佢哋噶，冇揾过佢哋噶，咁喺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呢个嘅童年阴影咧，就令到啊，我哋知道啊，一定要有逃生门。个逃生门咧，就系、是、要咧 fix 咗 with 呢个 USD， 所以随时啊，可以将啊呢个人民币啊，就算当时俾人追击都好，跌到啊一个咧好唔合理嘅水平啊，都可以咧换成呢个咧 Hong Kong D， 再由 fix 咗 rate 嘅 Hong Kong D 变成 USD 去制一时之急啊！是啊，嗱，但系咁，呢个系旧秩序喎。嗱，你讲嘅当然都系真啦。但系咧，其实你谂下啦，此之大国先印万九，吓，呢个阿登神，今日吓早两日再讲话再整多20000亿，系咪？今日就20000亿，听日又20000亿，年底又再20000亿噶啦，系咪咁讲先？佢即系每逢三个月都20000亿，我睇个样系咪啊？阿大佬系咪？我哋印都印唔切啦，不停咁讲咁样，数零都数错啊，大佬。系啊，咁点搞啊？咁而咧嗱，咁而咧中东嗰度成块板俾呢个吓中央市场铲起咗一大截喎。
嗱，你哋大家唔好咁興奮啊！咁所有石油都要人民幣，咁唔係，咁起碼呢個中央市場去買，佢好，中央市場係最大嘅石油輸入國啦，而佢用可以用呢個自己嘅貨幣買油咧，咁啊已經咧掙脱咗個枷鎖啦，好似條龍啦，原本俾人鐵鏈綁住啊，已經係爆咗幾條鏈啦，而家個身上邊啊，就嚟使得人嘅啦。A1 咧就有少少補充，你要全世界咧都係用次紙幣嘅話咧。要用呢個人仔去交易嘅話咧，就即係步緊次子大國咧呢、這個次子幣霸權嘅後塵，就會好多人揼你嘅。嗱，你依家咧呢、這個位做到自給自足，自己要嘅用翻自己貨幣，唔俾人哋影響 ，that's enough。係啊，即係呢個唔稱霸嘅思維，係咪先？冇錯。總之你搞唔到我，我亦都唔會搞你。如果我啲僆或者我啲盟友，想用我的貨幣去 trade， 我無任歡迎。冇錯啦，甚至乎咧對家啲嚇、啊，對家啲僆想用亦都無任歡迎噶。但係我就唔會用我嘅軍事力量去搶嗰啲嘢翻嚟，逼你哋要用我印出嚟嗰啲垃圾去同要做世界去 trade， 我哋就唔會做呢啲嘢嘅。如果做呢啲嘢咧，亦都係啊，通常就得不償失，因為你所付出嗰啲軍事力量，以至要周圍搞嗰啲戰嘢咧。其实很多时候会报翻喺自己身上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呢啲嘢，呢啲咁嘅谂法，海盗谂唔到，海盗去到个地方啊，杀晒啲人，抢晒啲嘢噶嘛，系咪？炸都冇一剩噶嘛，呢啲咁嘅思维咧，就并不是海盗谂得出嘅。嗱，咁所以咧，人哋如果越霸道咧，我哋就越文明，系咪？咁啊，系啦，就系咁嘅情况。如果人哋越印銀紙咧，我哋越唔印銀紙，係咪？人哋做我哋就唔做就啱噶啦，咁就會成功噶咯，基本上係啦，咁咯喎。好啦，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呢個新交易所。如果係喺香港咧，我哋就係、我哋就要慶祝下啦，買啲香檳係咪先？肯定發達啊！唉，真係唯一發達係唯一出路啊，冇第二個答案。我突然間諗起咧，好多年前咧嘅仲係做緊呢個財政司嘅阿珍珍咧，嗰陣咧好辛苦咁樣咧，整咗個迪納尼樂園翻嚟咧，即係話哇想窮都難啊！跟住你都傻咗，有錢賺都難啊！嗰單嘢就想賺錢都難，依一單嘢我又要用翻，到時想窮都難。嗱，不過你諗下呢個回收 CNH 會旺到咩程度？你想象下，你絕對可以想象下，得唔得先？好啦，嗱，其實呢單嘢咧就攞緊次子大國命嘅，同一時間你見到嗎？同一時間攞佢命嚟噶。即係佢印出嚟咗幾萬億，佢冇得走啦，已經係啦。仲有啊，呢個咧係叫走佢條鏈過嚟喺度 trade 喎，你哋成個外循環喎，仲要係叫我條鏈嚟你嗰場外循環喎，我仲唔同你攣起衫就同你片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呢個伊朗係呢個中東大國，其實成粒都加，成粒都講掂曬，呢個真係。某程度上咧，呢個咁嘅次子大國印咁多銀紙都係助攻嘅，人哋都諗話啊，頂我呢個水淹我七軍，我都係 PK 啊，人哋都驚噶嘛。即係如果可以減少啲美金嘅 exposure 嗰啲叫咩，減少啲美金嘅倉位，大家都願意啦。你係咪？同埋佢呢個咧，擺明就係國自己本國唔掂，就印銀紙，然之後要全球同佢埋單喎。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好驚同佢埋單啊！你睇唔睇得出啊？系啊，喂，仲有，喂，我帮你埋单，嚿钱去咗你度，唔会出翻嚟我度，随时嚿钱仲去咗你啲武器度，揾支枪嚟指住我，我睬你都傻啦。系、哎，我哋啲钱去咗埋佢个 Tesla 跌到得翻10%，我都濑嘢啦，啱唔啱先？即系其实系、啊、去咗啲富豪手度，或者去咗啲军火商度，或者去咗去买枪度咯。系啊，所以大家咧都仲好积极噶，嗱。咁次子大國咧有啲高人，係姓高嘅高人，係咪？姓高嘅高人咧，我哋大家講過啦，呢、這個比特仔咧，比特幣啊，真係堅咯嗱，就要下一次講啦。好啦，係啊，係我啊。